排除大太阳，但台南北门的双春滨海油气区园区内一大片积水。现在就是要紧加扫扫的吼，无带够淹起来哦。随着水流带上来的漂流木遍布一地，员工忙着清扫，只是这水从哪里来？走向双春海岸沙洲一个大破口，尽管有太空包堵住，海水还是淹了过去，灌进油气区。已经足久无营业了嘛？嘿，对，嘿，十几天啊，要我二十天啊，讲爱用两届。你要惊惊的，你阿都未使耍。有游客扑空，因为油气区被迫收园无法营业。七月底，因为杜苏芮台风带来的强劲风浪，把沙洲冲出一个大破口。破洞至今还没有补好，当地居民好担忧。啊，未见啊，无补起了哦，今嘛来愈来愈混愈大坑，对阮当地居民来讲呢，嘛会造成影响啦。这款是政府代志，唔是咱个人的代志啦。而业管的单位先后抢灾分工，要先行抢修海岸的缺口。这次会以1000公吨的这个土方600。大包的这个太空包把这个破口堵住，那前方还会做木牌桩来稳固这些这个太空包。我们会在前面做仰滩的话，就是把我们那个疏浚的那个土方啊，这个部分我们大概明天就会进场去施作。抢修作业还得考量潮汐时间，抓紧空档来施作，希望短时间能够做好，挺过下一次大潮的考验。华视新闻刘汉生、小新、许文南台南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，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